饱满的大树凤梨，果肉香甜又多汁，是高雄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。现在韩国瑜出访大陆抢订单，又带回了好消息。他们有1亿5千万这样的一个用他们网络上可以借用他们的这个一个平台来销售，然后把货品直接售到他们的会员手上。和高雄农会合作推出高雄好货直达专区，看看网站上斗大标题写着高雄的金钻凤梨来喽，还介绍市长韩国瑜有卖菜郎美名，韩市长亲自出马推荐的正宗金钻凤梨在这里独家开卖。大陆14亿人口可以直接用手机买高雄水果，行销通路又再多一条。每一条路线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，做生意的机会，我们会把握住每一个机会。很乐见，很乐见，按台湾的农产品真的是一级棒的啦，跟大陆比起来，我们的水果是水果之王啊。韩国瑜2天签下34亿大订单，现在又抢进互联网，高雄农产登上电商平台，让农民乐的再多一条路发大财。记者陈生义高雄报道。